拍摄的地方啊是在长沙，长沙是一个无辣不欢的地方。三位都吃的习惯吗？因为我们三个其实都是南方人，现在是湖南人就更习惯，然后重庆那边其实也吃辣，吃的比较厉害。但我们三个就是剧组的饭应该都比较清淡，对。所以还算是比较喜欢吃辣椒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这是一串大蒜。大蒜，哇！就长沙吃辣嘛，都是在蒜和辣。没有，开玩笑。这个蒜在剧里，因为有一场是要去什么捉鬼，说是辟邪的，蒜可以辟邪的，所以就很有意思。香醋，香醋啊，这个我就不想回忆了，简直。有故事。这是一个有味道的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 小便当，便当盒，便当盒，这我也不知道，不能说不知道，一切都在我们的少年时代里面。快圆回来，快圆回来。便当盒，标准答案，也可能，不是，就是有一场，我去医院里面，我去医院里面跟我妈送便当，因为我妈好像受伤了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